总统今天下午4点钟在总统府接见了哥伦比亚众议员史勒比夫妇，陪同觐见的有外交部次长钱副和哥国驻华代办李嘉诺夫妇。本月1号到我国来访问的史勒比众议员是哥国自由党的中央委员，他曾经参观了我国南部的工业建设，预定在本月6号搭机离华。